爱给人家外接电源吗？电源会不行哦。哇，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剩下四伏特的电而已了？先背一下字文啊，不要切，不要切，先撕那个。随便啦，反正上面要撕什么都可以。啊，没导风扇了，快！先帮我录影。请充插电，谢谢。一点点，很多哎。差点爬到了。哦，快撤飞了。